关东，谁出力无阿为知识教，苦民一死。宽头有敌，单贵现行，一步关路，敌人不共山红魂，最终极端。早就明白我的企图，所以闭关只是制造机会引我来此。是，为如此，你也未轻易出手。真好，是我低估了你，我背后是朱某家就是。啊！魏立新，发消息，我们已出杨兵士兵攻，要不行喽。哦。好。我一一相助。那就将心中将一切分享。好。只见段文义剑影翻身，剑光烈烈，如那顶如顶，催兵翻墙。李红剑中稳稳立起，只比这个彭伟神功不同，精进激流勇气，进攻。那点玉鹰多飞鹰，进攻一中。刀斩那鹰，剑戟之巅，一招到位，已是上路得手之秋。一种剑法，文海东，我认识伊。不错，在成为你的四弟子之前，我乃是帝君座下首徒。也是我座下半徒。现在，我该如何处置你呢？放了我，让我回到帝君的身边，就是你最好的处置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放过你呢？你能放过杨君秋，又怎不能放过我呢？我对你的记得远比他更大的太多了。这个新婚拜托若不失败的你，能有什么记得？让你能不动声色翻过来利用滚海洞，再将他击溃。你身为通行僧，为什么因为这三言两语，便反过来帮我？因为我只是在利用你，就如同我之前只是在利用你一样。我看出，你不是一名敢于屈居人下的人，但却想未到你的将位，讲得如此的坦白。一个好的赌场，绝未浪费周边的每一块材料。你的这是一名最好的赌场。你确实是一块好的材料，真好。我会将你锻炼成一条反制云海洞的利器。那日后便由你继续指教了，师尊。到今日，我才真正认识了你，多吉。一动飞鸟拉琴，便是两军百种之势。甘以拥护，就要准备护士被反噬代替。